怎么样 ？Hello， 这样子很夏天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一件他还做一个 V 领的设计哦。这一件呢，我跟你们讲，不管哪一个尺寸的女生穿，都会是贴身的。那大 L 以上的女生穿就会更贴身，穿得下来，因为其实它这个弹性是蛮好的。然后这个针织呢，也是属于不容易起毛球的那一种，丝感的那一种感觉。这一件你们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勾到。对，身上穿的是白色，还有杏色、粉色、黄色、紫色、黑色、黑白跟杏色，这个基本色你就自己选一色。那特殊色我应该选黄色。哎、欸，这裙子有吗？有。哎、欸，裙子我觉得很不错哎、欸，这个好搭。嗯，这个超好搭的，它是细百褶的这个长裙。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是绿色，它还有杏色跟黑色。哎、欸，其实我现在配这样好像配杏色也可以。嗯，内里是在我的膝盖上，也是有点宽版的松紧腰。S 到 XL 的女生都可以穿这个裙子呢，其实小个女生也可以穿，因为你就可以按照你的喜好，想要拉高或拉低，都可以。这样。